林健鋒議員，主席，而家一啲爭拗其實都發展到成為一啲對抗、一啲暴力鬥爭嘅情況，不但止喺立法會裏面，我哋要求個主席你議事規則嗰度改，你話我冇辦法啦，我要按議事規則去辦，因為咧我哋要三分之二嘅議員通過。咁但喺外邊嘅情況唔同喎，特首嗱，而家淨係爭拗嘅，咁都冇所謂啦。但如果一啲對事嘅情況，特別係喺幾次立法會嘅衝擊啦，同埋佔中去疏散佔據者嗰陣時咧，都出現一啲緊張嘅場面。咁如果一路咁落去咧，我覺得社會係會出現更大嘅問題。咁警方亦都好克制。其實我哋香港嘅警方係咁特首即係點樣去處理一啲立法會以外一啲對事、一啲對抗嘅情況咧？行政長官。一方面我哋不斷去呼籲，我剛才你都三番四次都呼籲過，譬如話上個星期日示威遊行之後，示威遊行人士嗰個信息係清楚嘅，政府亦都重視嘅。但係喺若干小時嘅示威遊行之後，仍然有千幾人要喺12點之後，這個行人專用區已經唔係行人專用區嘅時候，要佔領。作為預演佔中的一個做法，我覺得這個就不必要的。所以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一方面我們不斷去呼籲、勸喻，以及表示一個態度，願意聽大家 的意見。而有一部分人，如果他是要繼續去做一些犯法的行為的話，政府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做好執法的工作。就正如剛才林健鋒議員說的，警方的執法一直以來，大家在電視鏡頭、在報紙的圖片那裡可以看到政府的做法，警方的做法是十分克制的。如果有任何人認為香港警方在處理這些場面的時候那個做法是不克制的話，大概可以比較一下香港這些鏡頭和外國包括一些西方國家他們警察處理同樣場面的時候的鏡頭。